还有静电，因为你知道今天是要来吧？我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得给他做东西。这个一分鱼。我不要这个了，你把你微信给我呗。我想吃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烧。好啊。会辣眼睛啊，你可以稍微躲避一下视线。这个手指头。 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啊，王王王王来了，给。你们干啥呢？吃饭呢。我给你做。也不不人啊！哎呀，两位快乐。两位快乐，耶！我自己来的呗，是吧？你们就开始给我搞这，别动，睁开。哎，我有一种走进了那个心动的心。